来点粉紫粉紫的糖，来一个爆米花。今天给大家做一锅粉粉嫩嫩的紫色的爆米花，放点点油。来，看我把它搅拌，搅拌均匀啊，受热均匀，这样做出来的爆米花又圆又大粒啊。今天给大家做一锅粉粉嫩嫩的紫色爆米花，你们看能不能成功？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成功啊，每一次我都说要做一锅很好看的爆米花，但是老是不成功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加了特别特别多粉紫色的小那个小猪猪给大家做啊，这叫粉粉嫩嫩的小紫色小猪猪。哇，糖开始化了，哎，怎么有点橙色呢？很奇怪。哎，爆了爆了爆了！啊，好，上锅，变成红色了。爆开呢，这些放下锅，可能就是化的不够均匀，放多糖了应该是，放太多糖了。来，让阿姨开火。哇塞，虽然说不是紫色的，但是也很漂亮，变成红色了。